对不对？不是叫你过来，是我们就约个时间，哎呀，不要浪费彼此的时间。那你可能要付更多的钱。我没有，是约一个时间呐，对不对？个人都想约一个时间，好那也不影响你的时间嘛，对不吗？哇！对？啊，他吃太饱了啦。等一下打开就全部吐出来你打勾打又比较便宜啊，吃太多了，如果你量同样的床来看，阿哥，勾打4707一个晚上，阿哥打上次你知道我们订他给我们什么房间吗？太多香格里拉农场。哦，那请钱也要进但是他这边没有说有没有早餐。所以你是不会再透过阿哥打给你薪水。我可能因为上次的感觉不好啦，所以可能会先透过其他家。啊，如果让我比对出来条件都一样的话，还是 OK。你的条件都一样，你哪知道是怎样的？你要找他的房型，他的描述啊，例如像上次找那个，怎么会这样？找大阪跟这个嘛，对吧？有的是讲什么酒店房型，啊，有的是讲什么豪华双人房。啊，其实你看他的描述啊，你就知道他讲的是一样的。哎呀，他们很贱，他们会把名字分开，你知道吗？那就是要稍微做一点功课。呀，哦，一定要付早餐哦，阿伯。我一套早餐，谁还愿意冲出去啊？或者是早餐那边泡泡面呢？果然，付早餐还要另外。妈妈是十号的。